按下车档，下播快真的有用吗？发现自然海岸拥有飞自然海岸，下播快阻隔航海的视线和处理海洋的阻碍，因此我们确认下播快两个行动区域。记得知道下播快的优点，既保护海岸自主安全，二是下播保护小鱼，让你能够多久的交港站。接下来是下播快的缺点，第一，下播快是工厂的破坏，破坏海底，造成风沙资源侵蚀；二，海洋油气和动物快进行，例如沙雕、瀑布都等。三，放水后升温，有可能引发生意外。三，鲨鱼在捕捉后流失游泳，游到水中后快进入生态环境。五，发掘海沙、礁石、山体礁等消波风等。六，可以因湿热造成海洋，潮间带温度上升，不利于游泳，浪费纳税人的金钱。我们选择从事水中工作，以稳定海洋富裕功能，养宽厚海洋，制定海洋政策，宣传各自海开发，通过海洋保护加强海洋教育，促进有促进海洋成为海洋的福音。我们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成为海洋的守护者。赞成你们这个想法。DFC 的心情如何？很开心，但是有时候觉得很难。很难，可以跟我说说看你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想不出问题在哪里。哦，所以你这个消波块的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才大家才一起想到的吗？对。OK，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呢？要有团队精神。给自己一句肯定或鼓励自己的话好吗？我觉得自己以前不敢上台说话，但是现在敢自己上台说话，觉得我好厉害。哇，所以你觉得自己有勇气可以上台跟大家一起分享你所做的事情，很厉害是吗？这是你第一次参加 DFC 吗？对。的感觉，心情如何？很高兴。说一句鼓励自己的话吗？希望可以更进步。好啊，希望自己可以再更进步。哪一方面呢？说话要大声一点。哦，我说话要大声一点。还有呢？勇敢一点。勇敢一点。怡真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比这一次更进步，因为你这一次的表现已经很好了，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再继续见到你哦。慧婷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 DFC 这一次主题是什么吗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海洋生态，然后岸上城堡，消波块真的有用吗？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次 DFC 过程你有什么样的学习？在第一次上 DFC 时，我对 DFC 是很好奇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 DFC， 就是因为有个老师的解释，然后让我知道 DFC， 然后我一上之后就发现我对这个很有兴趣，然后我就把我有时间我就一直去上，一直去上，一直去上，然后就把全部上完。那你做了这一次消波块的议题，那你有对这个主题更加的认识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刚开始全部不知道什么是消波块，我也是对消波块觉得不关我的事，所以我不要去理它，我也不要去在意它。